喂，恒大哥。小欧，忽然有个急活要去趟机场，电视我明天帮你送好吗？嗯，没问题，你开车慢点啊。这么巧啊！真是阴魂不散。哟，车坏了，你去哪儿？我送你啊。你不是心灵手巧吗？帮我把车链子上了吧。好吧。好多年都没碰过自行车，我试试。老弟，擦擦吧。哟，哎，警察同志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看，这个引擎盖还热呢。驾照出示一下。给你。这儿不能停车，赶紧开走啊！哎，好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交警没有罚你吧？没有，就口头警告，分儿都没扣。今天谢谢你帮我修车。哎，你跟我客气什么？我愿意为你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来都来了，帮我办件事儿吧。什么事儿？嗯。